好臭。男生最讨厌的三排扣，超级难解。哇，这个更厉害，四排扣。制作单位终于为我着想了。那为什么我现在戴个墨镜呢？因为我好兴奋，一整个晚上我都睡不着。顶楼加盖，我跟你讲，这男生先扣分。哎呦，他是不是他是没有缴钱被扣押是怎样？组织这个。亲爱的，我已经帮你准备好男友睡衣组，请穿上，好好在我家舒服的睡一晚吧。该不会是什么性感睡衣吧？进入一个房子呢，如何观察一个女生，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直闯她的卧室，放下包袱，感受温度。没有洗澡。据可靠的线报，这个女生刚离开家里，大概不到一个小时，所以这时候它的温度跟它的体香是最好玩的。啊！恶心哦，恶心哦！嘿，毛发，哎，感觉它的头发不是长发哦，这个长度，这个算是哎有点短发。西小瓜，小赖，是不是？他怕了，被迫害妄想症。我傻眼，坏坏坏坏坏！问一下，这只马要干嘛？这是什么风格？这是他本人的睡衣吗？你要真穿了。这个为什么他已经在顶楼，可是霉味还这么重啊？我的妈呀！该消毒一下。那天去房间特别香。哎呦，你看，哎，他其实。他分类的都蛮好，所以人家家里真的很刺激。对啊，会很好奇。各位，你们跟我一样，期待的是。哦。因为我们即将也可能成为另外一半，所以说这就是所谓的两个字：验货。好臭！男生最讨厌的三排扣。超级难解，哇，这个更厉害，四排扣。你看这镜子，这镜子是故意要做什么？故意会有效果吗？你看，你看这有多脏，这个灰尘至少一年都没有清过。哎呀，哎呦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的牙刷，所以以后再也没有不分你我，你刷我。我刷你，刷出幸福。真的很爱看书哎，各位，嘿嘿嘿嘿，制作单位百密一疏，海乐的专辑，所以说蝴蝶，各位，蝴蝶姐姐，结案。好了，那这就是凯乐的家，哇，凯乐的家，再进去房间一次。太棒了，这是凯乐的床。这哎，你们真的对我很好哎，这是凯乐的床。我棉被，哇塞！看他的下垂。哎呦！啊，我的妈呀，这边是放多久啊？10月7号。那珍珠笔好大颗哦，好脏哦。因为已经被我。透露出他就是凯乐，所以我现在就要用凯乐的娃娃摆出一个爱心，哒啦！我相信他回来一定会，天哪，太 sweet 了吧！因为我必须要让隐约的透露我是谁，然后我刚好看到他们家门口又摆这个日历，各位请特写，立冬，立冬就在你的心坎里。这个床是怎样啊？太脏了吧！干净的，没有纸。它很臭哎！卫生纸有三包，什么意思？干掉的隐形眼镜好脏哦，好恶心哦！这是有穿过的吗？而且你看这把手多脏。这是脏的跟干净全部都混在一起。我要一份那个大肠臭臭锅，嗯，好加辣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
到时候凯伦就会说来通通喝，这就是幸福，天哪！我今天还有自己自备一个给吸，带着这个滚轮，以防呢很脏的时候呢，我可以先滚一滚再睡。毕竟我今天要在这里过夜，看可不可以稍微先除尘一下。刚刚这样子是白色的吗？我随便撸两下也就这么脏。哎呦！你知道这上面有多少的尘螨跟细菌吗？我可以不要睡下床吗？我真的不想睡这里。哦，洗了个澡，神清气爽。现在也到了换宿最重要的一刻，就是要借宿一晚。我的外号叫做什么？知道吗？我叫做台中王阳明。这样子也挺好。那我们准备是模拟我们一年后，凯乐就是这样躺在我们旁边。凯乐，要睡觉觉了，好不好？凯乐，你的小名叫什么？哦，不是不是，你的小名叫叫叫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想要睡叫叫了。我的啊，凯乐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哎，我看你要搬家了。这有点太变态了，超级的。他的房间我真的睡不下去，所以呢，我只好折中来睡沙发。可是沙发我真的也是没办法，所以我自己这样子铺好了。卫生，他把我卫生纸抽光了。你那边三包这么多。大晚安。晚安，晚安，要打了。